所以我们首先要有那个信力，信为道源功德母，我们这个信心可以帮助我们通到自信，开发我们自信中无量的潜能。而念阿弥陀佛呢，又是阿弥陀佛是自信万德洪明，用我们至诚的信心念这句自信的名号，能念的心通自信，所念的佛又是自信名号，那我相信一定有不可思议的成效啊！咱们做个科学试验啊，如果是能真的能证明，那我们将来讲课的时候啊，我们就能给人提供科学证据了。你看，不由得你不信啊！可这中间最关键的，大家以至诚心、忘我的心、无私的心，我们不是为了好玩，不是为了好奇啊，我不是为了我现在投资的股票希望那个价格上升，不是那个，而是真的为了让众生觉悟。这个心是跟自性相应，跟佛性相应，我们念这句佛号才会有不可思议感。我刚才听说这个股票收盘是下午3点，现在还剩2分钟，咱们就用至诚的心念这2分钟佛号，看看能不能收盘价把它提升上去啊！好，我们用334的方法，先全身放松，为了证明啊佛法的理念，我们做这样的科学的试验，用我们的心念来改变这个股票的价格。我们现在至诚的念1分钟不好。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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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好，阿弥，谢谢大家。就是这个是个试验，我们呢就是希望用我们这种念佛的这种清净的心、平等的心呢、去能够让这个股票的价格啊，它的波动性减弱啊，能够平缓啊这个价格的波动，因为价格的波动反映了人心的波动。这个我们用我们的清净平等的心去念佛的时候呢，这种磁场啊，这种平等的力量可以帮助化解那些躁动的力量。如果这个我今天晚上呢啊，咱们还有一场啊，晚上我就可以跟大家汇报，看看晚上收视价会不会这个回升啊，或者是至少呢能够降低它的那个波动。因为我们学金融就了解，一般股票呢在开盘的时候和收市的时候，这个价格是波动是最大的。那么如果真正是说它波动虽然是最大的时间，但是它有相对吧平缓的，
那说明还是有点效果啊。可是呢，这个效果到底能不能显著，这个我们也说不准啊，因为我们在场念的啊，是不是每个人都没有妄念？啊，这个从头到尾没有妄念的，请举手，请举高点。好，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大概十一位同学。啊，那么大概我们是六分之一的同学在这里呢，能够这个念到没有妄念。可是，啊，我们现在面对的是可能几千万人参与的这个股票市场，啊，我们这几十人的力量能不能化解那个几千万人的那种心波？这个，我们自己也不好说。可是，如果当我们一个人真正有至诚的心出来，在理上讲，是可以转动大千世界，啊，不要说几千万人，几亿万人，亿亿万人，哇，无量无边众生，我们都能有一个人的精纯的佛力啊，这个念佛的这种心力啊，可以转，因为整个宇宙是你的宇宙，啊，你的心转，宇宙就转，关键看你那个心是不是纯意。那今天晚上我们就看看结果。同时也检验我们念佛功夫。好，我们呢继续回来看到这个印祖的这个文字里面讲的，说我们现在灾难多，真的靠念观世音菩萨啊，念阿弥陀佛可以转。观世音菩萨是大慈大悲啊，这个用我们的大慈大悲的心去念观世音菩萨，能念的心跟所念的圣号，这才能够相应啊！所以这是有没有效果的关键之所在。那么逢凶化吉啊，这个遇难成祥啊，这个完全是可以做到的啊。那平时我们就是要修这个慈悲的心。有慈悲的心，你是善人，那你念观世音菩萨，你的效果就比别人的大。那么即使是没有灾难，那么我们自己能够虔诚的念佛啊，念观音菩萨圣号，也能够啊，这个业消智啊，消我们的罪业，使我们的智慧清明啊，这个业障呢消除，福慧增加。那么劝人念佛求生净土，是帮助凡夫做佛的最好途径，这个功德是最大的。那么我们以这个功德回向自己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也必能够满所愿。好，我们再看下面一段。凡诵经、持咒、礼拜、忏悔及救灾济贫种种慈善功德，皆须回向往生西方，切不可求来生人天福报。一有此心，便无往生之分，而生死未了，福愈大则业愈大，再一来生难免堕于地狱恶鬼畜生至三恶道中。若欲再复人生，人生再遇净土即生了脱之法门，难如登天。佛教人念佛求生西方，是为人现生了生死的，若求来生人天福报，即是违背佛教。如将一颗举世无价之宝珠换取一颗糖吃，岂不可惜？愚人念佛不求生西方，求来生人天福报，与此无异。这是印祖担心呐，我们这个念佛人呐，心量小，求的愿呐小，所以特别给我们开示这段，叫我们呢，不要只求人天福报，
啊，那么确确实实有一类的啊，这个念佛人，他念佛为什么呢？啊，不是为了要往生西方，啊，他是为了这个这一生呢得到健康啊，长寿，儿女孝顺啊，工作顺利啊，这个有福报啊，事事顺心啊，甚至啊这个升官发财啊等等，求这些人天福报。那么能不能求到呢？要真求，你真念也能求到啊，但是这个小啊，啊，这印祖讲的就像把一个无价的宝珠啊换一根糖吃啊，你所求的就是一根糖啊，你不知道你拿的东西这一句万德洪名是无价宝珠啊，这是愚痴啊！啊，这个宝珠可以让我们换来这一生了生脱死成佛道的啊，这么大的这个宝，你去只换一个小糖，这不是太可惜了吗？啊，所以愿是最可贵。印祖劝我们呢，要发大愿，啊，有出离心，啊，不要老待在这个五浊恶世里面不愿意出来，啊，天人看我们这些人呐，啊，在这世间呐，啊，你争我夺的，啊，这个有点享受，那是什么呢？说的难听一点，就像屎虫里的那个屎里头的屎虫啊。啊，就在那个大便那个粪坑里头啊，钻来钻去啊，你争我夺，夺的是什么呢？都是臭秽的东西。啊，天人看我们就是这样，啊，更何况佛菩萨看我们呢？啊，何必要这个屎抓住自己的这点屎啊不肯放啊？啊，要我们放下，要出离心。你本来是佛。你本来就拥有这个整个宇宙，何必要贪图眼前这么一点小利益啊？所以诵经持咒礼拜忏悔，这是自己啊修持；救灾济贫，这是行善，种种的慈善功德应该回向求生西方，这才是佛真实的心愿，希望我们这么做啊，切不可求来生人天福报啊！你有求来生人天福报啊，说我这一生修得好，下辈子能享福啊，这种心呢，不能往生，为什么呢？他还想再回到这世界，舍不得离开。那确实有一类的修行人是这么个想法啊，现在多做功德啊，来生我重回这个世间啊，做一个大修行的啊，或者是宗教的领袖啊，这个一呼百应啊，或者做一个国王啊，做一个这个领导者啊，觉得这个人啊做人还不错嘞。不想离开，这是什么呢？啊，这是跟佛的心愿呢就背离了，这属于什么呢？生死轮回心啊，这个自己生死未了啊，怎么叫了生死呢？要断见思烦恼。那才叫了生死啊！啊，那我们看看这个见思烦恼啊，见惑八十八品，思惑八十一品，哪一品断？啊，一品都没断。啊，这个生死如果没有了啊，你即使是做了很多善事啊，修了很多功德，你来生只是得人天福报。而且这个福多半是在欲界里头啊，可能色界无色界都达不到。那么福越大
越越大。啊，我们仔细观察观察。啊，这个世间，你看历史上做皇帝的，有几个是啊明君？几个皇帝一生没有干过一件错事？啊，太难找了。啊，这个多半当了皇帝，啊，他就有福报了，啊，有权利了，他就会呀，啊，起这个傲慢的心。啊，稍有不如意呀，啊，他就是嗔恚，他就起杀心。啊，所以皇帝杀人不犯法呀，啊，甚至不需要道歉的。啊，那无形中就不知造了多少孽。啊，且不要说皇帝了，就是看我们眼前，啊，这些世间里头大富大贵的人，啊，你说他能不造业吗？啊，就是这吃这一条都不知造了多少业啊，天天山珍海味，吃了多少众生肉啊，如果还有生活放荡啊，淫乱的这个啊，杀盗淫妄，啊，这些罪业啊，那肯定造的比一般人要重，所以福越大他业就越大，这肯定的。有几个说在富贵当中不迷惑呢？难啊，太难了。所以再到来生，这一生确实享福了，这一生完了，来生就堕入地狱、恶鬼、畜生三恶道。这就是佛法讲的三世愿啊，第一世修行啊，修了很多功德，修了很大的福报。第二世呢，享福弥了啊，造业完了，福享尽了，业果现前。第三世呢，就堕落了。这一堕落啊，从得人身，那就难于上青天啊。这个佛比喻啊，有一天他跟弟子们讲啊，他这个先在地上抓了一把土啊，然后呢抖下去啊，然后跟弟子就问弟子们啊，说我把这手上的土扔到地上，这个土跟现在还夹在我指甲缝里头的土哪个多呀？啊，弟子们说，那当然你撒在地上的土多呀。那佛告诉我，这是个比喻啊，说得人身者如爪上土，就像指甲缝里夹的这个土；失人身者如大地土，啊，掉下去的这些就跟那个撒在地上的土这么多，不成比例的。啊，你想再得人身难了。那么想得人身，你就算你得到了，能不能再遇到净土法门？啊，所谓人身难得，佛法难闻，净土难遇啊！你有没有这个？你首先你是不是中国人啊？你中国人你才能读懂大乘经典啊！你当了中国人也未必是这个能想去读经典，未必遇到经典，遇到经典未必读得懂，即使读懂了你未必想修，即使想修你未必修成功。你就想想吧啊，所以再遇到净土，这极生两生死男女登天了啊，这个一点不为过。真正了解了这个事实，我们应该自己庆幸啊，啊，大家应该，这是世间最有福报的人，最幸运的人。为什么？全给你碰上了。你看人生难得你得了啊，这个中土难生呢你生了啊，佛法难闻你闻了啊，净土难遇你又遇了啊，这个还加上我们师父上人你也遇到
啊，给你把无量寿经给讲得清清楚楚，净土法门给你开启得明明白白，剩下的就看你自己了，肯不肯真干啊。这个缘真的是如开经记所讲的，百千万劫难遭遇。彭继清居士讲的，无量劫来稀有难逢之一日啊，都给你碰上了，这个大因缘啊，那可不能够轻易放过啊，要紧紧抓住啊，就在这一生把生死大事给办妥。有时候我自己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自己想一想，哇，这个姻缘不得了，不得了啊，全给碰上了。这无量劫来在这个六道轮回中啊沉沦，居然就这一生，我们可以说是最后生，那的这个真的是不可思议的一个啊，这一生我们能够出三界，我们不再做凡夫了，不再搞轮回了啊，有这个机会呀成佛了，这种因缘真的就是不可思议，要紧紧把握啊，这个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啊，你一旦失去以后没有法子再遇上啊，所以绝不求来生人前福报，决定此生最后生我们要了生死，要生净土啊，这是佛真正的教导我们的意思啊。释迦牟尼佛为什么来我们的世间示现成佛，教我们49年，讲了这么多的法，为什么？善导大师就是净土宗第二祖，传说他是阿弥陀佛再来的啊，就在日本善导大师是很有名的啊，很多地方有善导寺啊，包括台湾也有善导寺。他说过一句话，说世尊所以心出世，唯说弥陀本愿海。为什么释迦牟尼佛到我们世间来示现成佛，讲经49年，说法300余会，为什么来的？就是为了把阿弥陀佛本愿海啊，把净土法门告诉我们众生。那你说，那这点不是很简单吗？为什么他说49年，说这么多大经呢？就是因为众生不信啊！你要真想信了，释迦牟尼佛何必用49年呢？啊，几分钟跟你开示，你就相信了，就搞定了啊！你看这个，我们知道弥勒菩萨当来下生啊，他将来在这里这个娑婆世界成佛啊。释迦牟尼佛是贤劫第四尊佛。弥勒成佛呢是第五尊佛，他是下面一尊佛。那么这个时间有多长呢？大概56亿7000万年啊之后啊，这是我们推算出来的啊，这个弥勒菩萨来我们世间成佛。他讲法很简单，三会轮华啊，轮华三会就讲三座经搞定。这三座经到底什么经？我们想一想啊，都是讲劝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的经啊。为什么那么这么肯定呢？因为世尊所以心出世，唯说弥陀本愿海啊。不仅是我们释迦牟尼佛来出世是为了讲阿弥陀佛本愿海，十方诸佛之所以出到他们的世间讲法，都是为了讲阿弥陀佛本愿海。阿弥陀经里写的清清楚楚啊，东南西北上方下方啊，这一切诸佛所宣说啊，所赞叹
所护念的就是这部经，那弥勒菩萨也不会例外啊。所以这个只是弥勒菩萨呢，他遇到的众生啊比较老实，一听他就相信，他只要三座经三会轮华就可以。咱们这些众生呢不老实啊，怀疑很多，问题很多，所以劳累咱们释迦牟尼佛讲了49年啊，说这个你看五十说教啊，先跟你讲阿含，其实佛一成佛先讲华严经，华严经最后就是导归极乐，这叫根本法论。释迦牟尼佛49年所讲的一切法都是华严经这个根本出生，所以叫根本法论啊。那么当然这华严经不是对我们世间众生讲，是对法身大师讲啊，后来由龙树菩萨传到世间。这个师尊讲完华严出定了，然后在世间讲49年，前面12年讲阿含，这是小乘啊。小乘是什么呢？打基础嘛。基础什么？你不肯信，你不愿意求生净土，是吧？甚至你可能善人都不是啊，先叫你做一个善，做个老实，身心因果啊，这个断恶修善啊，然后呢，教你方等，方等呢开始通大乘啊。然后讲了8年方等啊，然后再讲般若啊，这般若22年教你宇宙人生真相啊，宇宙怎么来的，宇宙到底怎么回事啊，最后告诉你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全是你念头所现所变现啊。讲到最后法华涅槃啊，直指告诉你你本来是佛现在你想成佛肯定难的，怎么成呢？就是叫你念阿弥陀佛就行了啊，念这句阿弥陀佛，因为你有前面这49年的基础了啊，你是个善人了啊，你这个大概也了解了心，这个境由心造，境由心改。那我现在念阿弥陀佛啊，我现在造出极乐世界也是我自己的事儿，我能改。啊，你也知道了，原来你本来是佛，现在你念佛就能成佛，最后你就老实念佛了。你看，众生就得这么度法。啊，假如你一开始就老实念佛，释迦牟尼佛绝对不需要49年了。啊，所以这个净土法门是一切诸佛之所宣说。那你对这个法门如是理解，如是认识，你升起啊无量的这种因重恭敬的心啊，来之不易的，所以一定要认真恳切的念佛啊，绝不啊再搞轮回了。好，我们看下面一段。念佛之人不可摄于禅家参就一路，以参就者均不注重于信愿求生，纵然念佛只注重看念佛的是谁，以求开悟而已。若生西方无有不开悟者，若开悟而惑业尽尽，则可了生死，若惑业未尽，则不能仗自力了生死，又无有信愿，则不能仗佛力了生死，自力佛力两皆无靠，欲出轮回岂可得乎？须知法身菩萨未成佛前皆须仗佛威力，何况业力凡夫失谈自力，不仗佛力，其语虽高超，其行实卑劣。佛力自力之大小，何止天渊之别，愿同人细提此意。
这一段是劝导啊学佛者要专啊，要认识自己的根性，选择好适合自己的法门。这个念佛人目的就是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到了极乐世界肯定是不退成佛啊，这是成佛的捷径啊。念佛人呢不能够啊跟残家参旧啊混在一起啊。为什么这么讲呢？当然法门平等，无有高下。佛讲的八万四千法门，门门都让我们见自信成佛道。可是呢佛讲八万四千法门，不是说你八万四千法门都要修，是让你自己选择一门。这一门当然要适合你自己的根性。那么佛为什么讲这么多门呢？就因为根性不同。众生这个品类不一样。他就得讲出不一样的法门，适合不同的众生。就好像医生开药方治病。八万四千个人看的病都不一样，他就开出八万四千个方子。目的都是让你把病给治好。你不能说这么多的方子我都得吃啊，所有的药都拿来吃，那恐怕你吃死了。所以这法门跟这药一样。这禅宗也讲指月之指。你不能把这手指当作月亮，告诉你这是月亮。你说这个手指是月亮，错了。你顺着手指指向的方向你才能看到月亮。所以法门是方便。你这个顺着手指把手指放下你才能看到月亮。你只看到手指你看不到月亮。那念佛这法门当然也是指月之指。可是这个法门呢却是最适合我们末法众生根性。这是佛在大集经里面讲的。这个说在末法时代异义人往生呢异义人修行呢罕易得度。你找到一个人能够得度，这得度就是了生死出三界。亿万人修都找不到一个。这是讲到用自力靠自力成就很难。唯有念佛求生净土这一门能够帮助我们极深了生死。这是什么呢？这是二力法。这个门不仅靠自力，更要靠佛力。我们的自力是什么呢？深信切愿求生净土，自己念阿弥陀佛，自己的信愿行这叫净土三资粮我们上路都得带点钱是吧，带点吃的这是资粮就是它帮助我们达到目的地的。这信愿行呢是我们自分要修的自力，用这种自力感得佛力。佛是什么力呢？愿力。阿弥陀佛发了四十八大愿，接引法界一切众生来西方极乐世界来做佛。怎么去呢？你只要真信切愿求生净土，就能感佛慈力愿力接引。所以这是二力法。那么有的人呢可能修过禅他后来转成念佛呢他又不甘心把禅放下他就什么呢，把禅里的参就的这个方法弄到念佛上。那么这个也有过去祖师大德用过这种法门那么这都属于禅宗参就的方法那么他不是真正为了念佛求生净土，他是参什么呢？参话头这个
他所这个念的佛是念什么？念什么呢？是参那个念佛的是谁？这个话头，谁在念佛呀？啊，你这个参这个。那么所谓禅宗呢，它是讲究的怡情。这个问题不能把答案告诉你啊！你答案要是告诉你，你永远不能开悟。为什么呢？把你悟门堵住啊，让你自己去参啊。那么你现在这个问题没弄明白呢，不能去查参考书，不能去看经典。你一看了，你心里有个答案，落了个这个文字像了，你也永远开不了悟。所以禅宗啊，是不立文字，不让你去看。就让你先参啊，你这个问题是个疑气，就放在心里，放在心里也不是老想着它，老想着只落到心意识上，这不叫参，这叫想，想是想不明白啊。参禅这个参是离心意识啊，你这个心意识是三个啊，心是第六识，意是第七识，识是第八识啊，这是唯识里面讲的，人有八识啊，前面五识是眼耳鼻舌身啊，后面是第六识是意识，第七识是莫那识啊，这是执着啊，第八识是阿赖耶识，这是落印象啊。这些识简单一点就是念头，就是你不能有念头，你不能有想啊，这疑心就存在心啊。把这个话头用来排除一切的这些妄念啊，那么总有一天忽然你这个妄想分别执着脱落啊，你就能大彻大悟。这禅宗所用的方法啊，它求是求开悟，它不是求要生西方啊。但是呢，靠参禅这一生能开悟的可以说是少之又少，就是凤毛麟角，找不到啊。而且参禅又有善知识之宝，否则可能啊魔境界现前了，自己不能够啊这个绝了啊，可能就被他牵引去了啊，就是走火入魔了啊，这种人很多啊。所以你要找善知识依止，现在也是难于上青天啊，不如念佛这一门保险啊。这个那个禅宗里面啊，如果是这个没有开悟，就不能够了生死。那么你看印祖这里讲的，你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无有不开悟的。你想开悟，告诉诸位最简单的方法，这一生念佛求生净土，不要求现世开悟啊。古人讲的，但得见弥陀，何愁不开悟。你见了阿弥陀佛，你依止的是法界当中最大的善知识阿弥陀佛，他来给你指导啊，那你哪能不开悟呢？是吧？但是呢，如果我们不求生西方，你这一生呢可能开悟不了啊。即使是你开悟了，也需要惑业尽尽才能了生死。什么惑啊？最少的就是所谓的见思惑啊，见惑思惑都得断尽了，你这一生才了生死，也就是你证得阿罗汉的果位啊。在原教里讲的七星位菩萨，这个品位高不高呢？不高啊。你看华严讲的十信、十住、十回向啊，十行、十回向、十地啊，在上面加上等觉、妙觉五十二个位次，那十信位的七信位那是不高的。那你要是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呢，你是什么果位呢？啊，阿弥陀经里面讲的，你是阿毗跋致菩萨
啊，你看往生西方皆是阿米拔智啊，阿米拔智是什么呢？七地以上的菩萨。你看实性上面有十住啊，十个住位啊，在十行十个行位，还有十回向十个回向位，再到地啊，初地到第七地，你看你是七地以上的菩萨啊，上面还有八地九地十地，就是等觉妙觉就圆满成佛，这是你到西方极乐世界的果位呀。你说哪个高？没得比呀。啊，所以这个往生西方这个殊胜，你要不了解经典，你怎么能够相信啊？不仅说我们凡夫相信不了，菩萨都有不相信的啊。你无量寿经里讲啊，因为这个法门他不相信呢，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一亿菩萨就是那些自己参就参不透的啊，这个开不了悟，或者开了悟，他见思烦恼没断尽，还是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在菩提道上退转了。啊，这个在菩提道上进进退退的多着呢。啊，所以这个开了悟，还要断尽见思烦恼，你才能够了生死。啊，如果你的惑业未尽，即使你开了悟，你还是不能了生死。那你不能仗自力了生死，又没有信愿求生净土，你又不能仗佛力了生死。啊，这自力佛力两皆无靠，无依无靠，那只有生死轮回去了。啊，这个禅宗里的公案呢，啊，咱们这个啊。这个啊啊，就是过去有这么一位禅师啊啊，他这个虽然能够预知时至啊，知道前来生呢啊，他这个投到哪家啊，见到河边一个妇女，知道她是他母亲啊，可是业力所牵，他还不能不投胎啊。后来投胎了，做了他家的一个孩子。啊，他也有宿命通，也记得前世，可是他那生就没有修行了。啊，这种例子很多很多。啊，其实不要说别人了，啊，咱们在座每一位都是这样的。啊，为什么我说的这么肯定呢？《无量寿经》里有讲的，啊，说什么呢？说我们这一生遇到净土法门。你就能相信啊，一毛为起或类出者，皆有前世乘坐佛道，故非凡人。啊，大概我们每一个在座的啊大德都是什么呢？啊，起码对净土法门你能够相信吧？啊，或许你们当中也有人读无量寿经读的泪流满面。或者听佛号听的眼泪都掉下来了，这些人经上讲的，你不是凡人啊，过去生中曾做佛道啊，可能你们过去功这个参禅的功夫啊，远超过那些祖师大德的，只是呢，虽然开了悟，见思烦恼不断尽，这生再来做，把前生的事都忘了啊。爱在痛在，不能再搞这些游戏了啊！这一生一定要了脱。所以，把这个事实真相弄清楚了之后，回过头来，死心塌地念佛啊！要相信了，化身菩萨在未成佛前还要需仗佛威力。何况业力反复啊，化身菩萨都要仗佛力啊，自度度他都需要依靠佛力啊。这个大家都读过地藏菩萨本命经吧，啊，地藏菩萨何许人也啊，都是古佛再来啊，等觉菩萨
啊，他的学生里面成佛的都不计其数啊，可是在等觉位中，你看看经上讲的，多次讲到地藏菩萨成佛威力啊，这个说法啊，都是成佛威力。这华严经里面就看了更多了啊，所有的菩萨在说法之前都是成佛威力啊，你想想。自助度他，连等觉菩萨尚需依仗佛力了。咱们业力凡夫有什么资格说不需要佛力，靠自力就能了？啊，说这个话太狂妄了吧？啊，好像比这个地藏菩萨还高了。啊，所以这个印祖说，何况业力凡夫痴贪之力，痴是奢侈的痴。痴贪就是什么呢？妄贪啊，狂妄到极处了啊，自利就能了生死，狂妄啊，哪个菩萨不借助佛力？所以华严经上讲，十地菩萨始终不离念佛啊，等你登了地了啊，从初地到十地，始终啊，就始于初地，终于十地。不宜念佛呀，所以你才知道原来念佛法门之高超啊！这可不是这个我们做自己学念佛修念佛的就自己啊，这个自己赞叹自己，不是，这就是佛之之见。所以那些妄谈自利啊，不需要念佛说要了生死，那是语虽高超啊，讲的好像挺高妙的啊，常天也有这么些人呢，啊，学了一些禅宗公案之后，啊，找那些念佛人跟他看不起啊，我们这个念什么佛？佛由心现啊，正得自心，何必念佛？语虽高超啊，行事卑劣，这个印祖可是批评的很严厉。为什么？这属于谤法啊！世尊他为什么来这世间，就是告诉我们念佛法门，你反而说这个啊法门不如你，那这就属于谤法。所以佛力资历的大小，何止天命之力，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靠佛力。佛力比自力呀、啊，那没得比，大太多。所以有的人说：“哎呀，我业障深重啊，我不能往生了。”告诉你，你讲这话就是谤佛。为什么呢？啊，你把你的业障的这个力呀、啊，啊，说连佛力都不如，啊，所以不能往生，哪有这个话呀？啊，印祖做个比喻，说我们业障再重。做五逆十恶的重罪，这个业障呢犹如一片雪花啊，佛的力量呢犹如个大野炉啊，烧得红红的大野炉，几千度高温的，你那片雪花还没有飘进这个熔炉啊，早就已经烟消云散了啊，没有说消不了的业，你只要至诚念佛，就能把一切业都给融掉。这观经上讲的啊，至诚念佛一生啊，能灭八十亿劫生死重罪。八十亿劫不是年呐、啊，一劫是我们算过12.7亿年啊，再乘上八十亿，你看看这么多年当中所做的生死重罪，你能至诚念一句佛号，凭佛力你能消除。哪有说消不了的业？你说我业障重就不能往生？你这不是看不起佛吗？这不就谤佛吗？啊，所以要真信啊，对佛信心不逆，这个人决定往生啊。即使以前造作了再多的不是啊，昨日种种，譬如啊，这个已经死了。过去的种种，那个昨天的我已经死掉了，
今后不要再造这个业就行了啊，从现在开始得到新生。现在我们念阿弥陀佛，过去的所有的业都可以消掉啊，这是我们自己要有坚定的信心。然后你这个念佛啊，你就踏实啊，不会有疑惑。好，我们再看一段啊。念佛之人不可笑于人，做还寿生、济库等佛事，以还寿生不出佛经，惜后人伪造。济库是愿死后做鬼，预先置办做鬼的用度，既有愿做鬼的心，便难往生。如其未做则勿做，如其已做当禀明于佛。弟子某为求往生，前所做济库之冥资，通以镇济孤魂，方可不为往生之障。凡寿生血盆、太阳、太阴、眼光、赵王、拍骨、分珠、妙沙等经，皆是妄人伪造，切不可念。愚人不知念大乘经，偏信此种瞎造之伪经，必须要还寿生、破地狱、破血湖，方可安心。有明理人未说是伪，亦不可信。须知做佛事为念佛功德最大，当以还寿生、破地狱、破血湖之前，请有正念之僧念佛，则利益大。这是印祖针对呀、啊，有一类人迷信的啊，这一段开始。那么世间呢、啊，真的是五浊恶世啊。这个五浊当中，第一个是见浊啊，见浊就是见解的污染啊。现在可以说是真的，如《楞严经》上讲的啊，邪师说法如恒河沙啊，种种的邪知邪见充斥世间啊。如果我们念佛人呐、啊，没有慧眼，没有正法眼，很容易啊被迷惑。这是印祖慈悲啊，教我们啊不要受那些邪知邪见影响啊，这个不要搞那些迷信活动啊。那么这里举出啊，可能是当时民国时代啊非常流行的啊还寿生、济库啊这些活动。那么这些呢？这个有一些这种经啊，不是真正佛经，是伪造伪经，咱们不要去念啊，念了可能受它的影响。那么济库呢，就是我们民间讲的啊，烧些纸钱呐、啊，啊，烧些这些以后这个幽冥界当中用的这些啊衣物啊啊，将来有的用啊，这个印祖说最好不要做。啊，为什么呢？你这么做是你愿意死后去做鬼啊？啊，那、啊、先做好这个啊铺垫嘛。那、啊、真正念佛往生，你何必干这个？啊，那你有做鬼的心，那你当然将来就做鬼，你心想事成了，啊，那就很难往生。啊，所以没有做过的不要再做，不要做。啊，如果以前不明白。啊，烧了纸钱呐、啊，烧了这些东西是吧？那么你可以呢，在佛前禀告啊。这里印祖教我们教的很具体啊，说弟子某某某啊，讲自己名字。现在呢，只求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过去呢，因为这个迷信糊涂啊，把这些烧的这些纸钱呐、啊，这些呢。啊，这个做了这些活动，那么现在都不要了啊！我这些民间用的纸钱呢、啊，我在民间也做慈善事业啊，
这个救济那些需要的那些恶鬼啊，那就可以了啊，这就很圆满啊，你也不用啊觉得好像很后悔啊，等于说你在鬼道里的银行那笔存款呢、啊、你拿出去布施了啊。这么做了这样的一个祷告之后啊，你就不用担心啊，就不会成为往生障碍啊。那么以后啊就不要再做下去，我们这一生只求往生。那么当然如果是啊，如果有家里人呢、啊、他不要求往生啊，他迷信这个的啊，或者也有的啊，可能是鬼神附体啊，说我需要去纸钱、啊、这个也可能会有。是不是真的都是真的、啊、因为鬼道啊跟人道啊其实大体相同啊，那么他们的需要是吧，那我作为学佛弟子应该怎么办呢？啊，最好是用诵经念佛功德回向给他们啊。你看像婆罗门女、啊、他念佛可以把他母亲从地狱啊超度到天上，这真正帮助他离苦得乐最佳的方法，最有效的方法。如果家里人他要做呢，当然你不要反对他啊。这个师父也讲得很幽默，你要反对别人烧纸钱是吧，等于断了人家的财路了，这个咱们学佛人不必去做啊。所以对这种事情印祖的观点呢、啊，对人家做的我们不要去提倡，但是也不必去反对啊，个人做个人的啊，咱们念佛人念佛回向，这就很圆满啊，又不起冲突、啊、那么还有印祖列了这些经的名题啊，受生、血盆、太阳、太阴、眼光、照王、胎骨、分珠、妙杀，这些经典呢可能当时民间流传比较多，那么印祖都给我们鉴定，这都是伪经，不可以念啊。要念的经最好就是念这个大藏经里面有的啊，像这个我们师父印的乾隆大藏经，这里面的经典全都是正的啊。这乾隆皇帝啊，他组织当时的高僧大德鉴定的，这个绝对是这个佛经的收录到啊大藏经里面啊，或者是祖师大德的这些正论啊收录到这个佛经里面，那个绝对没错啊。那么要读经最好是读这个乾隆大藏经，或者是古代大藏经里面有的经典啊。那么现代人也有编大藏经啊，那个就未必靠得住啊，因为古代皇帝啊他编大藏经他是很严格的啊，这个绝对不允许邪知邪见参与、啊、那么现在人呢就未必了啊，跟你关系好的是吧啊，你帮帮忙我的经典我写的论著就放进去啊，那就有龙蛇混杂那么所以印祖告诉我们读要读大乘经，那么念佛人呢所依据的最好就是净土五经一论啊。这个五经包括无量寿经、阿弥陀经和观无量寿经、啊、还有华严经里的普贤行愿品，楞严经里面的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啊、还有一论是往生论啊，这是绝对是净土这个我们的主要依据。那么当然也可以啊参照祖师大德和我们师父上人啊正知正见善知识的这些啊著书讲解。那么做这些佛事哪个功德最大的呢？念佛功德最大啊。这个我们真想超度亡灵啊，念佛第一大，第一有效。所以我们师父这个提倡三十信念，三十信念主要就是念佛啊，还有念阿弥陀经啊，这个功德是最大的。那么你要是没有因缘参加三十信念呢，学婆罗门女啊，在家里你
要念佛念到一心不乱，那你也一样超度亡灵啊，就像超佛陀男女超度自己母亲一样，那必定是自己要念到有功夫才有超度的效果啊。那么这个明白了之后啊，我们就不迷信啊，老是念佛啊，这个不仅呢自己得到利益，而且呢这个我们周遭的这些法界众生啊，都因我们念佛功德啊得到利益啊，我们累劫今生的冤亲债主啊，一切有缘的众生啊，都能得到啊殊胜的利益。好，那么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这个剩下部分呢，今天晚上再跟大家一起学习。好，谢谢大家，阿弥陀佛。阿弥陀佛。